放他走，不然我死在你面前。我一起走，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你还是快点离开，我不可以离开我的家人。你若是想念旧情，你就不该抛弃我，抛弃我。你是我的王妃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当初你救巫蛊李一命，所以我嫁给你。今日我救你一命，一命换一命，我不再欠你。我们夫妻情分，从此了断。抛弃了我，却又恨我。虎年，你记住，我走再远，也会回来找你。飞向你，飞向。安心，快去叫太医来。是。别生气了。你别碰我，严萨克，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，你就不怕统领惩罚吗？胡年，你再喝我也不能咒自己咒自己的孩子。我不想再和你一起。你回来，你要去哪儿？你放手。陪王妃回去。走，安心，王妃，胡宁，孩子，快传太医！我们还会有孩子，还会有很多很多孩子。没了就没了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去孩子的危险，你要离开我？为了皇位，你可以如此不择手段，你的心又在哪里？我想把至高无上的凤冠给你戴上，我想你陪我一起站在最高处，可你的心从来没有跟我在一起。叶萨克，你把我放出去，你不要让我恨你一辈子。等我回来，今日我和明依两个人必有一死。这扇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你希望是谁？回来干嘛？爷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说了要回来接你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们一起走。什么兵权，什么皇位，我们都不争了。我不了了。不，虎年，我这一生有你相伴。我也撒个死而无憾，我不能一生一世的守着你，护着你了。